牌子的奥迪奥，学会开放平台开发，躺着就把钱挣了。大家好，上一节课我们把应用的基本功能都完成了，那么这一节课我们讲一下百度的账号登录。那么百度的账号登录，百度给了很详细的文档，我们到它的帮助文档，应用接入，开发文档，百度账号连接。那么这是它的百度账号连接，那么它有很多类型，第三方网站、移动客户端、桌面客户端以及站内应用。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站内应用的开发教程。那么简介我们不看了，流程。那么开发前准备，就是说我们先要把应用建一个，然后得到了它的两个 K， 那一个是这个 API K， 那另外就下面这一个，然后需要设置一下应用的独立加载页，还有应用的搜索结果加载页。那么这一个是为了我们登录跳转到哪儿，或者退出之后跳转到哪儿的。当然这是使用百度账号登录，我们一退出百度账号它也退出了。然后跟域名绑定，现在提交应用这一项已经去掉了，那么不用看了。那我们设置了这些和得到两个 K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开发了。那么开发的流程也很简单，像所有的网站一样，首先我们要判断用户是否登录了。当然我们这里判断的用户是否已经登录百度了，如果登录百度了，我们就直接拿到用户的一些信息，比如说 UID， 那用户的 ID 以及他的用户名，那或者说他的性别、生日等等。那下面这个第二步，判断当前应用是否已登录到百度应用内。那第三步，那获取到令牌。然后就是引导用户登录授权。那它这个浮动的一个小窗口，一个页面，其实百度已经给我们做好了。那这里也做好了。那这些都是我们不用去管的。当然它返回的格式是那 JSON 格式。然后最后是获取用户的信息。那么其实下面这些啊不用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，那么直接用他给的一个 demo， 我们直接修改一下就能实现了账号登录，那很简单。当然他给了两种示例，一个是 BAE 版的，一个是 SAE 版的，那你可以直接到这里来下载。那么我已经下载好了，这里我就不再下载一遍了，等你开发的时候直接到里下载，或者说用我给你的代码去实现。我们看一下，找到我们的课件啊，最后一天的。那么它的 demo 里就包含了这么多东西，当然还有一些图片，那百度登录的图片，百度退出的图片，那么那些我不用了。那么首先这一个类，那么你也不用管它是干什么的，你直接调用就行了。然后这一个存储账号信息什么的，那也不用管。然后这几个 JS 和样式，就是指那个浮动的登录和授权的一个窗口。还有这一个，那 Logo in Callback，那么这一个就是说你登录成功之后，那么登录成功之后获取到令牌的，然后它最后给你来个刷新，直接刷和应用，那这也不用管。这是退出的，那么退出的也很简单，它把 session 给清空了，然后跳转到我们要跳转的页面。那么这里我们需要设置的就这几个参数，那这是监控文件，大家见过。那这 JS 文件你都不用管，它是做好的，包括这个 CSS 样式表我们都不用管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
当然我提前因为时间关系我写了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写的一些东西，一个登录授权还有退出的一个过程。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一个把我们改一下，因为这样呢是最快的最节省时间的。当然这些代码我会给你的，你直接 Ctrl-C Ctrl-V 改一下它的参数就能实现了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把这些素材全选，然后复制到我们的应用下面粘贴。那这个要跳过，跳过，因为如果那个粘贴了，把首页文件给粘贴掉了。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主入口文件，那么首先我们要得到两个 key， 那么这个也很简单，到管理中心你新建应用它就会有个 key， 但是我这里资源用完了只能去修改一个，那么我们就管理。那这是我们第一个应用所建立的，那么这两个 key 我们只需要复制一下把它粘贴过去，那其他内容我先不改了，因为这些很简单。那么首先看一下，我们需要按照我们调用的方法，需要把百度.php 给调到我们的主入口文件 include。 啊，还没加 php 的。include 就是当前目录下的百度.php， 然后我们就需要 new 一下百度这个类，那么我就不写代码了，我直接全复制过来，复制。粘贴，然后改一下这三个参数，其实这三个参数有两个是相同的，那么比如说我们 new 的第二个，那么它是储存到客户端的一个信息，那大家看这里就知道了啊 cookies。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复制，那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参数粘贴，因为它们两个是相同的，我们就直接替换掉粘贴。然后第二个 key 复制，粘贴，保存。那么我们的类已经用完了，那么再看一下，我们就判断用户的登录信息是吧， get user ID，啊，得到用户的信息。那么他已经封装好了方法，那么 user 等于百度，啊，得到用户的信息。那么如果有用户的信息，或者如果登录了，那么我们就能得到用户的信息一个字段，啊，用户的 ID， 用户的名字，他的性别，他的生日。那么如果得到的字段如果是假的没得到，那么我们要输出一下错误，当然它已经有相同的方法完了，并且说用户的信息为空。那么下面的判断是吧，如果登录了，那么就是说他退出的地址我们要给他一个，那么这个连接就是说你退出之后要跳转到 logo out callback， 那 logo out 那就是退出，然后这一个是再跳转到你相应设置的地址，那否则就是没登录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登录。那么登录也很简单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改的就是这里是一个登录的回调地址，
那么我们把这些复制过去。那么暂时这些我们不用管，因为都是固定的内容，全是在百度的一个 demo 里。然后我们需要设置一下一个 logo out， 一个 logo in。我们看一下登录的，那么这里需要我们改的地方只有这三个参数，只有这三个参数。那下面的都不用管，下面最主要的一句代码就是这一个，是吧？直接一个刷新，完了刷新回我们的应用。我们把参数改一下，同样的到这里复制。这个参数是这一个，然后上面的 API key 复制，那么这里要替换两个地方，两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退出的回调地址。这里，那么它设置的其实三个地方了。这里，我们退出之后要跳转到哪儿？我们先把它改一下。上面呢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先设置上。设置好了，这个跳转地址我们先空着，到一会儿再修改。那么这里设置好了，那需要再回到我们的主页。那么下面直到这里，我们需要看一下它是干什么的。那么这里就是加载百度给我们demo 里的一些 JS 以及一些 CSS 文件，包括判断用户如果没有登录然后单击了登录的按钮啊，我们的弹窗就是那个登录框。那么如果登录了，那么就是说要退出的。那么下面呢，大家都见过了，一个是监控的代码，一个高度自适应的，那么只需要复制过去，复制，然后放到最下面啊，放着就不用管了。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应用界面上面做上登录和退出的按钮。那做到哪里，那你自己随意。那比如说我们这界面我想放到哪儿啊，都可以，比如说放在上面，放在下面，那这都没有问题。那么我就随便找个地方，我把它写上就可以了。那输入，那我写到输入的上面。那么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判断，判断什么？当它登录的时候要显示退出的按钮，并显示用户名；当它退出的时候要显示一个请登录。那么其实这里我已经写完了，当然我是这个写在搜索框的下面啊，这是一部分。当然上边还有啊，这里判断如果登录了怎么样，那么如果登录了怎么样，那么如果没登录怎么样。那么我们写一下，
写在哪儿比较合适。那么一样吧，写在最下面。当然，我们为了节约时间，我直接复制过来。啊，如果怎么样，否则怎么样，复制。那么它这一个样式也不要了，当然这一个转码我们也不要了。这些都不要了。那么这就是判断了，如果登录了，那么我们有个历史梦境的，那么如果未登录，那么我们这个登录按钮写上百度账号，然后可以记录梦境。那么这就是一个登录的保存。当然我们的历史梦境啊，这个因为在我们搜索页面有个记录功能是吧，同盟人有多少，其中我们提前已经做好了一个 user 的字段。那么其实那个很简单了，因为我们这里的已经有个字段是 user ID user name， 我们只需要把 user name 和 user ID， 啊 ，user ID 存入数据库 ，user name 给它显示出来，那么就可以了。那就是数据库的一个查找功能。那么我们预览一下，当然现在刷新一下，出错了，不能啊。在跳转前边不能有输出信息。那么看看在哪个位置，百度死了145。不是页面这个。那我们哪里有个输出，这里是包含它的文件啊，我们的 DTD 头那就不能放在这里了，我们给放到 HTML 的上边，然后它上面有空格也不行，保存刷新。那现在没有问题了，但是说我们的排版乱了，那这个很好改。那么再回到我们的主页看一下登录，你看现在它弹出了这个框，弹出了这个框 F 登录 F 登录 F。 那当然现在我们是在本机环境，没在 BAE 里。我看一下弹出的框，排版乱了，排版乱了，我们改一下。那这样肯定是也不行的，不过我先凑合一下，让它别很乱。OK， 那它回来了，那下面就只有上边的。其实我 clear 一下的它对齐方式就可以了。那1105错误的回调地址，1105错误的回调地址，因为我们的回调地址现在还没有设置。那么我们已经做好这个了，
然后我们把它上传到 BAE， 完了设置一下回调地址。我看看我放到哪里合适。那 APP 这个也不合适。PPSave 工具第五。那么我们就放到这里吧，给它复制过来。复制。粘贴，然后 add OK。 当然这一个我们先改一下它的两个地址 logo out， 因为这个地址，我这个地址就这个，我说 DREM， 那么刚才为了让大家看到错误，所以说删掉个 M，然后把它上传。看一下，它的地址就这个，我们复制一下。DREAM， 还找不到，看一下第五个 DREAM。管理中心，我查找一下。性能版本管理，查看。对，重新加载。服务器错误，百度的服务器怎么出现了500错误呢？DREAM.INDES.PHP， 我们换个浏览器。火狐。IE， 还真服务器500错误。好了，那么看一下登录百度账号，来，这就弹出来了，我登录。密码错误，那么先不用管它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这里输出 user 一，我们看一下 user 一在哪里。那么我们不管它，我们把先得到的信息打印出来再看一下。那么我们去我们提交的，我们从主页里
啊，上面我们得到了一些字段，那是 user， 那么我们打印一下，就从这个位置，如果登录之后DUMP USER， 我们把它传上去，刷新一下，然后登录。那么我看见了这个数组，那首先是 UID， 那是这个，然后 UName， 哎，是我的用户名，那么就知道了 UName 就是我们要输出的东西，我们再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它就是 USER 里面的 UNME。保存，然后再上传，刷新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来，用户名。那么这一单我们做好了，当然排版我就不管了，那么你可以排一下。然后是历史梦境，那么历史梦境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数据库，当然这个数据库我已经提前导入到百度了，看一下我们单击的就可以了，一样的。梦 ，my dream， 那么看一下，我们只需要把 UID 给存到我们的 my dream 里面，然后根据用户名，那用户的 ID 匹配一下，如果有用户的 ID， 就说明他已经登录了。然后历史梦境就是把 UID 等于从百度得到的这些梦境全部得出来，当然这些就是我们前期做的几乎是一样的，只是说换了一个字段。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RES。那么其实这里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前期准备，把 UID 放到这里，那么我们怎么得到 UID， 那么和主页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给复制过来，复制，然后放到它的最上边，然后从这里我们加一个$UID 等于$USER 里面的 UID，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的字段有个 user ID 啊，有个 user name， 当然它是简写的，刚才我们 WordDump 出来了是 UID。加上它之后，只要用户登录了，就会往数据库里存个 UID， 然后我们的历史梦境只需要再做一个 MyDream 的页面，然后从数据库里把它查询，那么查询的语句和下面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，是吧？
select 完了什么什么什么，完了 from 哪个表，完了 where 完了 UID 等于我们的 $UID。这样就把历史梦境给查出来了。那历史梦境查出来了，完了做出一个列表。那么列表就和我们搜索的一样，如果很多，我们做一个分页。那么其实所有的思路、所有的代码改动的都不大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也不写了，因为今天的时间是最后一节课，另外时间有限。那么我说了一个思路，那就行了。另外，我们开发应用也不是开发上的一个重点，而是一个思路的重点。我们要想到东西把它开发出来，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获取利润的手段。当然你没有思路的话，那么你就没有应用。当然你说我抄袭别人的，但是抄袭别人不是自己的产品，很多的时候是赚不到钱的。那么大家现在需要开动的脑筋的不是技术问题，因为技术是可以学习的。那么是怎么实现你的想法，怎么有新的创新，这是我们做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比如说淘宝开放平台的，那有个哥们做了一个应用，那就是个人，那么叫收藏有礼，那每天的收入是8万多，记住是一天的收入8万多，一个月240多万。当然这个东西它也不难，就利用了淘宝的几个接口而已。那么所以说我们想做东西的时候，必须要看清各个平台给提供的接口，然后琢磨它的付费模式、盈利模式，那最后把它形成个应用。那很多互联网行业它都是这样，可能说一个很小的想法产生很大的利润。那么我们需要做的，通过我们这10堂课，只是说展示了一下应用是如何的开发以及它的要求的技术。那本来想用 MVC 模式给大家写一个，但是考虑到我们做应用都是很小的应用，那么只需要面向过程就可以了，所以说没有用 MVC 模式。那么也简单的讲了一个百度账号登录的一个接口。那么这个接口其实我们技术上并没有写什么，都是 Ctrl C Ctrl V 过来的。那么只是想告诉大家，调用接口啊，其实不要想得很复杂，只要把它提供的一个 demo 你下载回来，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一改，换成你自己的一些什么它需要的参数，那么这个接口就调用出来了。那么只需要你粘贴复制一下，或者说前期你想一下怎么能整合到你自己的应用里面去。那另外以前我做应用也是这样，有很多啊，是吧，用不着数据库那就不需要数据库，用不着账号登录就不要用账号登录，那用不到接口就不一定用它的接口，完全可以自己写，是吧，没有必要勉强自己非要用他的东西，那有的时候用他的东西可能更不好。比如说这个应用的一个账号登录功能，其实用的人很少，是吧，人家就直接搜一下就能得到结果了。历史梦境说有谁会记录他呀？很少人会记录，但是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演示，说一个接口如何去调用，如何简单的去能实现，那么就是这个目的。啊，同样这个应用其实我感觉就没有必要加上账号登录的功能，那只是为了大家一个演示。那另外我们差一个应用的提交，还有差几个页面的账号登录，那其他几个页面的账号登录只需要把这个页面的代码只要 Ctrl-Z Ctrl-V 复制过去，那么基本上就实现了，那么没有什么难度。当然你可以把这些啊做到一个界面去，然后把它给包含进来 include。 啊，有的时候有些人说我 MVC 模式甚至我用个框架会怎么样，那么百度 BAE 或者新浪的 SAE 它是不支持缓存的。那么即使它提供了一些框架，比如说 SyncPHP 那么是支持百度 BAE 还有新浪 SAE 的，那么它有专门这个版本。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框架写一个很大的应用是可以的，如果你只有写像这样的小应用，那么感觉就没有必要了。首先我们不需要后台来操作，那除非你要写一些用户可以提交东西的，那么我们需要后台来审核一下，或者说我们为了长期运营一些数据方面的应用，那么我可能说每过一段时间我要增加一些数据，那这时候你做个后台可能会很方便。但是说如果从我本机做好了后台，然后导入数据库，那么然后把这些直接加到百度的云存储里，就是云数据库里，
那么也是可以的。一旦你加了一个后台，那可能说你这个应用就有一定被黑客攻击的危险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就留一个单一的入口，就是一个应用的前台界面，没有操作数据库的。那只有一个查，那修改的也尽量要少用一些。虽然说百度的服务器很安全，但是说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应用，加了功能会必然会影响一些效率。那么好了，我们10天的课程，那今天是最后一节课，那特别是最后一节课，我们并没有写了多少代码，那么只是给大家提个醒，怎么去调用。那么我希望通过这10天呢，大家能掌握的并不是技术，而是一种想法。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像我们第一个应用，一个生肖查询，那么就是简单的几条 PHP 代码就能实现一个小的应用。那么应用就是这样，简单，功能单一。当然说，如果你想做一个很大的，或者你团队是吧，有个很好的想法是可以做的。那么应用现在你不包括是这样的，甚至你一个网站，它都给你算一个应用，你可以把整个网站提交过去。但要注意，你的网站的界面可能要有一定的变化。然后我们做了第二个应用，还有这个第三个应用。那么第二应用和第三个应用其实就是加了一点内容。那第二应用只是数据库查的功能，啊，第三个应用我们又加了数据库写的功能，然后加上了一个接口，百度的账号连接。那最后还是想再次提醒大家，做应用不一定要技术好，知道吧？技术只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工具，它只能算一个本能了，啊，不能算作一个技能。那么，当今的社会和互联网上想赚钱的，那么肯定是你要有想法。那比如说，我昨天看一个新闻，一个公司刚成立2天啊，就被别人收购了，好像是1.7个亿的美元让人收购了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想法、他的思路、他的产品，那完全符合现在当今社会的一个市场的需求，就是有人看到了。那么有人做应用，那么从自己干做成团队，又成立公司，这样的案例啊也是很多的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干？是吧？首先，我认为不能像我一样，怎么？我做应用是各个方面的都做，是吧？PHP 的。Flash 的、游戏的、工具的、娱乐的，各种各样的。那么真正做得好的一些，就是做的一系列的，是功能很单一的。然后通过这一系列的，我可以做成一个网站，通过这个网站，我又可以成立公司，然后通过这个公司，我又能拉到风投。那么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而我做这些，只是为了教学用，那么或者说没事儿的时候有个想法，很简单想法，那想到什么做什么。那么。我并不只是这一个说我要赚到多少钱，那如果你有想法的，一定要好好想想自己的思路。那比如说第一堂课为大家展示的一些应用，那有个最出名的，那就是那个贝娃网、贝娃儿歌，做了一系列的儿歌。那么现在啊，成立了公司，而且前景很好。那么社会越发展，啊，对孩子的教育的投入越大。那么现在他的网站也实行会员制了，那么跟腾讯一样。是吧？10块钱，那10块钱办个会员。那么其实大家都可以想一想，你有些哪的新的创意，哪的想法，那不会技术不要紧，那么可以花钱请技术，是或者说找个技术来合作。当然前期我尽量建议大家，前期不要投入很大，等自己真正入门了，感觉这个市场还可以的时候，可以尝试着做一下，啊，不要扔掉自己的煮饭碗。是吧？什么时候当你的想法思路真的很完善、很完美的时候，啊，可以尝试的把这个做起来。那么有很多人说开放平台已经不行了，过了时段了。那么其实现在来看，中国的各个大的互联网厂家行业都在做开放平台。那么有一些起步才几个月，长一点的一两年。那么一个互联网的行业，如果说你一两年他就说它过时了，那么肯定整个互联网行业不会现在发展到这样的欣欣向荣，那么肯定是前2年的都是尝试阶段，那么并且现在开发者就是一种资源，那你作为一个开发者，很多公司企业要征求你，
争取你。那希望你给他开发，特别说你有一系列好的应用的时候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多开动自己的脑筋，然后做出一些好的应用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应用有盈利了，我非常希望你能给我发一条信息，或者微博上给我发一个私信，啊，或者说你做得很大，或者说认为我的教程对你有一些帮助，那么大家都可以给我发条信息。如果你碰到了各种问题，也可以通过微博来给我发一条私信，因为我的邮箱里啊，整天是很多邮件。可能说有些是看不及的，那么对，我只是看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邮件，那么其他的很多都舍弃了。那微博呢可能还好一点，因为微博的私信啊，你看起来直接就能看到，特别它有个提醒，那么随时随地从手机上就能看到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10天的教程已经完全结束了，那么技术没给大家讲多少，那么希望大家能开拓自己的思路。那么，赚到自己人生的另一桶金。那谢谢大家，以后有机会再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来生再学 PAP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学 PAP。垂死病重惊坐起，今天还要学 PAP。少壮不学 PAP， 老大徒伤悲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就说我在学 PHP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学 PHP。在听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学吸收 PHP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正在学 PHP。